Hi, Kaki Watsons， 我们就快过年啦！你们有没有对过年送礼而烦恼呢？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，和我们聊聊他们送礼的想法，还有介绍你们一些适合送礼的产品哦。那我们有请 Philip、Amber 和 Perr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那你们已经准备了你们过年的礼篮吗？送礼是一个华人传统的习俗，尤其在农历新年。那每一年呢，我都会提早准备呢一些礼篮，送给一些想要感谢的人啊，或者是一些想要感谢的厂家。赞同，因为我本身呢也准备了那些礼篮啊，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们。是因为这也是一种传递爱的方式。其实我觉得给那些很久没有见的亲戚，可能朋友啊，你送一个礼篮给他们，就一个尊重啊，他们也会很开心。对，尤其是一些亲戚朋友呢，可能我们平时都很忙，没有时间去探望他们，那一年只见他们一次，我觉得这个礼篮是必要的。对，我本身就和 Amber 啊比较相似，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工作上啊，都会遇到很多商家们啊，还是这些贵人给予我们的帮助。这是真的，所以礼篮是必要的，在农历新年。对，好像我本身嘛，我就送我的父母 Ensure Hamper。Ensure Go 是一个 complete and balanced nutrition， 里面有添加 HMB 还有 Triple Protein Blend， 可以帮助增强肌肉的组织。对，这个其实我的家人有在喝，哎，他真的非常的棒，他们每天呢就是喝两杯，有帮助到他们增强他们的这个肌肉的体质。我爸妈喝了这个之后，真的有感觉到不一样。对，喜欢烹饪的朋友们呢，我们也可以考虑 Bio Green 的 Gift Set。Bio Green 的 Gift Set 呢，里面有很多健康又营养的有机食材。哇，里面真的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煮的。哦，还有这个盐，还有 Flaxseed Oil， 哇，还有这个绿茶。对，还有这个鲍鱼也是一个。大方又得体的选择。哇，那这些呢就非常适合长辈还有喜欢烹饪的朋友咯。对，健康辅助品也很适合我们的女性亲戚朋友哦，比如这个 NH Birdnest with Osmanthus and Collagen， 里面含有很高的 Antioxidant， 可以帮助抗氧化和让他们的皮肤美美的哦。还有 Brands Inner Shine Berry Essence 呢，里面有很高的 Vitamin A、C、E 还有 Zinc， 可以帮助减缓我们的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。哇，那这一系列呢就非常适合妈妈还有姐姐们哦，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他们美美的过新年，就像我们的主题曲。板铃铃，这都在。哎，这是真的，我跟你说，送爱美的一些保健品给一些女性朋友们，对，是不会错的，因为他们一定很喜欢。给喜欢健身的宝宝们呢，我很强烈推荐这个 Brands 基金。对，这个 Brands 基金可以提升体力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还有提升免疫力哦。健身的朋友们，我们也很推荐这个 NH Nutrigreen with Sweet Potato， 这个里面含有 MCT 还有维他命 B12。 哇，所以这些礼篮你们可以看到的就非常的精致还有独特呢。如果你们想要购买的话呢，可以到 Watson Store 去购买哦。对， Kaki Watson， 记得去到你们邻近的 Watson 去选择适合你们的产品哦。下一集我和 Amber 即将会分享一些健康又营养的新年食谱，下一集见哦，拜拜。